在想从哪边上去好一点，这边能上吗？这边近一点吧，应该。这边上。这大炮台，哈尔滨马路。哦，这里就看一下这么多炮台。好 ，OK。算了吧。这炮台就上面这么大。大炮台，看澳门。庆祝国庆，再换个位置，这边应该是。这边应该是观景台一样的呀。这个是最好的观景台。这边可以看一下澳门的全景，就这个炮台上站得高望得远。大多数都是还是比较低矮的房子，看大三八门。这样的望远镜观景，下面是这样的。